今天的宝岛手透透，我们来看看习惯怎么比。北部手语是食指在手背上画过去，那么南部手语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。习惯，南部的笔法是拍一下手背，变成用手指碰手背。习惯，习惯。南部手语习惯和北手语习惯，除了指行为模式，另外也可以用在指一个人的个性，或者是地方的风俗。看对方手语的习惯，就像是听人对口音的辨别，可以依循猜到对方的家乡是南是北。